那了解，四门功课，哎，吃喝嫖赌，哎，啊，不是相声那个，嗯，相声不是这个，坑蒙拐骗没有，你挑一样，我挑也不是这两样里头，那什么呀？说学逗唱，说学逗浪，没浪啊，没浪，说学逗唱，不浪就不浪，你喊什么呀你？不是喊。我们这基本宗旨都没了，这个你这那哪成啊？说学逗唱，唱说学逗唱，嗯，唱可不容易，唱分两种，哦，一种是我们行内的唱，一种是学唱。学唱，有人说了，我听你们的相声艺术家们在台上说，嗯，我们说相声要会唱，哎，唱个歌，唱个戏，唱个曲艺，这胡说八道，这也是唱，这是学唱。说学逗唱的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。哦，那是我们本宫本宫的唱，哦，都别会，旧社会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，嗯，行里人看不起，那就缺一门，你算一半说相声，哎，是不是？嗯，大伙儿都挣100块钱，你挣75，就因为少这个，你少一门功课，哎，啊，那是演员都很害臊，哦，解放前。怕这个不会，这很丢人。这下功夫学，脸面要紧。哎，哎，后来解放之后有工资了，嗯，把这些演员算救了。这回可以不用为脸面事着急了。哦，咱不用学了啊，这就不要脸了。但是唱起来很好听。我不敢往上顶，你非得喊出来是吧？我领过去，大伙儿就没。八啊，你们还不要？不要不要紧，是你俩的汗都浇顶了他。您干嘛？让去一毛。哦，您给2.7，再去一毛。您给2.6，掌柜的，上面让5分的，免5分的，让5分的，您给2.4，别让了，你知道不？这么2.4，小管，您给2.3，再去一毛，您给2.2，赔了，免5分的，让5分的，让5分的，2块钱的车钱你得给了吧？别让了，这好茶也端着喝了。掌柜的，大洋，您就给2块整的，行，2块钱，包括一水汤的，上个一个零的，上个一个整的，上个一个蹦子的，我都买了它。别让了，这么2块钱，那边还不要，这么不要紧，什么又叫本了吗？拿个圆圈，叽灵噔噔，咯噔噔噔，咯噔噔噔，叽灵噔，2块大洋打破了它。掌柜的。1.9，再个1.8，赔了。1块钱的，1.6的，1.5的吧。小毛的1.4了吧？这么1.4，那边还不要啊？去5分的，让5分的，免5分的，让5分。你给1.2，我不要了，免5分的，跑不让分。你给1块钱，别让了。2块钱，那边还不要啊？我去8毛，让9块，这块布赔大发了，还不赔呀、啊？这点事能说一辈子。徒弟分几种？呵，您再说。第一种是学徒，学徒一头磕在地上跟师傅学能耐。啊，学徒，学一种是儿徒，什么叫儿徒啊？比学徒进一步，拿徒弟当儿子看待。哦，进。比如说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，啊，有一个徒弟，谁？东北相声名家于世德，这就是儿徒的典范。这是儿徒的典范。怎么？打东北到天津看老师，推开门，张寿爷眼泪下来，头一句话准是这个。什么呀？我的儿，你可来了，就小了，就是当儿子这么看待。嗯，我们后台比如栾云平。哦，小栾对我来说就如同我儿子一样，就那么近，属于儿徒。哦，之前有人骂街，德云社后台应该清君侧有坏人，其实说的就是小栾。嚯、哦，为什么呢？耿直正直，正派，看不惯他、嗯、啊，这好徒弟，儿徒。还有一种徒弟呢，叛徒。郭老师，您给细说一说。不错解释。怎么不解释？说多了没意思。科学家就这么这样的，科学家这脑子太不好。
这么些年说明我是一个海归。这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您看着不像，您看着不像，你像。您二是软的啊。对对对，咱们有区别。你是喝淡水的，对，我是昂的，不许美化自己。各国都找我啊，德国人找我，德国人德国很器重我，是吗？因为我在那儿得过奖。是啊，你得过德国奖吗？这句话怎么那么难说呢、啊？来，我得过德国奖，我还真没怎么得过。哎，德国外交部啊，赵部长找我。德国赵部长，赵部长找我。啊、嗯，别走了，留下吧。真行人，留下吧，拿着吧，黄土不埋烟。哪不自干是吧？哪不自干？我一听不行，怎么呢？我得回国。走，你呀、啊，不雷够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意思啊？不雷够，不雷够怎么讲？不雷啊，不雷是玩的意思。哦，够是走，你玩去。这好，您说这都是英语吗？这哎，不雷够，哦，玩去。哎，不走。又来了啊？还是谁啊？美国人，美国人，美国胜利电子制厂的书记。哎、这叫刘美丽。哎，刘刘姐找我来了，刘姐，留下吧，留下吧，都一定让你妈黄土不埋烟。走去，我来够，我也玩去了。哎，又来了，谁呀？苏联，还有苏联了，现在都解体了。苏联来，这也是也这套词是吗？留下吧，留下吧，让你妈黄土不埋烟。啊，这不是国外人找你，这天津哈哈笑请您的。啊你掺别瞎掺和！废话，这口风哪儿把光头不埋烟？不答应，不去，义正言辞的不去，知道吗？在我的正义之下，嗯、帝国主义夹着尾巴，拄着拐棍，短着脚盆，拿着饭盒逃跑了。啊啊啊、你说这帝国主义还有点产业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和我们的新闻节目时间改新闻了。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访问了中国，这是继尼克松1972年以来第七位在任期间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。哦，奥巴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是，掌声，掌声，嗯，大家好，嗯，好嘛，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，哎，这孙子没少听相声。棺材来了，上三道大漆，挂金边，头顶福字，脚踩莲花。呵，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，嗯，写着你爸爸的名字，是上写亲封，嗯，亲封俩字是红的，底下白字是你爸爸名字，亲封东侍郎于太公烩香肉丝。哎，我爸爸叫鱼香肉丝啊，就是当初日本留学那会儿起的名字，没听说过啊。搁四川上学哪有起的，差不多。你爸爸起的，哎，有道理。这都装好了啊，请和尚念经，要超度亡灵。念经了，高搭法台啊，哦，法台三丈三，那么高，正当中坐一个，头戴五佛冠，嗯，也叫毗卢豹，哦，身披的袈裟，嘿，捯饬的跟唐僧似的，啊，那就是和尚。两旁边坐的都是小和尚，嘿，念经撒米撒小馒头，哎，咽口湿湿骷髅炭，开16本经。哦，好听啊这经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嗯，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？啊？对，好听了啊！是啊，不老瓷实，来来，有喜。日本和尚，来同学，来同学，来同学干嘛呀？哦、你爸同学不是？哪有日本同学？不是日本啊，没有。老弟，哎，这才是同学呢。你说的是废话，四川也不一样。正着急呢，嗯，跟街上瞧见你父亲，哦，我爸，哎呦，老爷子精神破备。于小谦先生，哎，不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爸爸叫于小谦呐，大户人家排字儿嘛，没有倒着排的这个。哦，于老爷子就说这个。呵，老头打洗头房出来，打那儿出来还精神得了啊？有道理。对，有的是那个女演员都摸不着拍戏。哦，我哪就容易拍戏了，就是多少女演员为了上戏跟导演睡觉去，
有这种人。北京有一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哦，他那闺女就是演戏的，净跟导演睡觉。谁呀？你是没让人告过呀？哎，这你管他是谁，有这么一人就完了呗。回到屋里边坐在那儿，我眼泪都下来，这难受。人生太无意义，嗯，凭什么你们都大红大紫啊？凭什么我们就不行呢？我怎么能出人头地呢？嗯，要不我改个名吧？改名？我改个名可能能好一点。改叫？好些个大明星都改了名火的。哦，我说我是韩国影星。嗯，我叫朴仁勇，怎么样？您这名字不能把性格带出来。你很讨厌你这个人。